啊，人家是建一个爱一个，我是建一个爱两个，所以一半才是归我。这我把它改个歌词了。哎，怎样？你觉得怎样？所以说我文章也乱贴啊，用日语啊，发到全世界去啊，一张给一张。还有很多啊，我的文章你进去看 Facebook。有人没有？对啊，都是的。所以说这个文章自己编的啊，但是不要去害人家，知道吗？人生活到老，学到老，不错啊。你现在毕业了吗？还没有。还没有毕业，还在念书。几年级？二年级了。大二、啊。硕二。硕二啊、哦，对啊，还有几年啊？日语好的话就英语好还是日语好？现在当然还是英文比较好。真的吗？嗯。哇、wow. 是要看你的兴趣啊。你如果说都可以的，如果喜欢你，因为你不是政治系，他是政治系，政治是一样政治的，因为你不是学政治，学国家发展，又可能跟我那个客户有一个叫那个什么行政院那个市长的，就是以前行政院长武大那个苏贞昌啊，他下来就陈市长来这里蛮多茶叶就认识，他也是个硕士博士毕业，他是经济系，对啊，所以找工作比较好找啊。你这个话就要再努力，再努力，再努力。其实哦，毕业我儿子女儿都大学毕业没有用，找不到工作。我说你不要骄傲，你的同学是台大，他也不找不到工作。你一定要有执照，什么执照？不是驾照而已啊，要有会唱歌的执照，会讲话的执照，他会孝顺的执照。你第一次听到孝顺也有执照？你发的执照？为什么？所以我的讲话哈、哦，电视都会出来。我前几天才讲说哈、哦，我们的经济越来越乱，因为你不学经济不知道，你也不是学经济。就是要发消费券没有发，啊，这一次花莲县长就出来讲，两个月前跟我的文章一样，我是不是经济系，台大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没有发消费券哦，大陆又没有来，啊，日本又贬值了，以前一万块三千八台币，可以享受三千八台币，现在一万块只有2500。